方于2月16日18时受理报案人林女曾于上述时间返回家中时，发现家里遭人拨弄，包款遭拿取，并提供特定嫌犯身份，因为其男友赖男所为，另称对方于 IG 有妨碍名誉情事一并提告。警方已掌握特定嫌犯身份，已通知尽速到案说明。